那个不是我写的吗？这五十天快交了，也不要给我了。是，来，老宝宝。来，先抱老婆。爸爸。来。爸爸。咦，救命啊！哎呀。哎呀，爸爸。下班了。嗯。男孩累不？不累，干点多。人多，那块儿脏。嗯，脏是脏点儿。可能我压个碗就凉在肚子了。还有，喝够了没？养胃中。那也没来看看他呀。啊，没给俺妈睡。那咱不跟他妈睡一声呀？我睡给俺妈睡呗，然后今天不让我睡。他说别睡了。这真大事，不跟他妈睡一声呀？他可能觉得这俺妈也没来看看他。我说这。这真长时间了，你妈咋没来呀？你没来看过他，他不想跟他睡呗，不想跟俺妈睡。我也没跟俺妈睡。不是这都好几天了，你妈也不叨唠唠，这我说咋回事了？今天不让睡，他可能也是俺妈气的。该给他睡一声。俺妹妹不是来了，俺妹妹来了好几趟了。你妹妹来咋不当你妈的事嘞？嗯，我就想跟俺妈说嘞，今天不让回。咋了？都不叫回？不知道。我给她说一声吧。啊，你看着呗。嗯。我给她说一声，然后给她说两句。你看看呗。喂着他点水儿。往灯背的，晚上背的，往灯背的。一会儿灯啊，一会儿灯啊，这给你好出汗。比个小男孩都睡的。多好出汗。这块儿经常湿溜的，我给他光给他盖个肚子，弄疼，我都没给他盖那么疼。嗯，给他盖薄点儿行吗？我给他盖了薄的呢。穿上衣裳盖薄点儿。先薄盖点儿。小孩都是的，放东北的。嗯，他昨天蹬着被子的。嗯。